回家的路上，我总觉得五味杂陈。这一路走来有些遥远，故乡的回忆远隔重山。当时我们子虚生啊，确实很穷。这一路走来几多思念，年迈的爹娘伫立在门边。这一路走来有些疲倦，把上面掉石头下来。孩子的双眸想赚很多很多钱，买一套房子，还有自己的车。十一点多发车，开88小时。妈妈，他开那个大货车开太帅了，你晓得不？真的太帅了。终于等到那一天。爱像阳光闪耀在蓝天，终于等到那一天。妈，妈，微笑着回到你身边，与你相见，尽是欢颜。牵着你的手，从此走向幸福的彼岸。明知我每天喝一口水，我也得学杂技。我说没得事的，出来找钱就没得说累那个话。一家想来报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替那疯子转一圈。然后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我所走过的路，我一定要留下我的一个脚印，说明我来过了这一辈子。这一路走来繁星点点，飞越那山河只在瞬间。让我感觉到我今天的生活确实是来之不易。这一路走来面包和爱情都会有的。此心串串梦中的笑颜，相当标的风徜徉在心间。早期送快递的话，它是全部自行车。灯火阑珊处不再孤单。这一路全身一百多栋房子要修建，在一两年之内，我们给老百姓住成安全的住房。觉得自己太难，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说我当年的贫困生该有多好。那不辛苦了，我一直都在笑，我在笑。爱像阳光闪耀在蓝天，终于等到那一天。中国的民营快递行业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Shao Kang is something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people's lives, but improves their lives wherever they want to live. They don't need to move to Shanghai or Beijing. They can live a good life anywhere if this system succeeds. From my tiny little piece of understanding about it, Shao Kang is succeeding better than anyone could possibly imagine. So that's a very good thing for China. I hope you enjoy it.